因为正常的队伍基本上是滚过的，那就不用示范了嘛，是不是？正常的水系大，对，因为正常水系大是一定过的。我们再替各位试地人设，啊，如果各位要上班的话，可以先去睡觉没关系，因为白金今天可能拍到凌晨四五点哦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要克林拍到凌晨四五点，比你起来跑步嘛，比你不是要跑步嘛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先去休息。你忙了，你忙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来闹的观众，抱歉。对，刚来闹的观众，抱歉，你没机会了哈，你没机会出场了。你以为来这边大家就会看到你吗？啊，我是故意死的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跳，还是拿起来好了，这会挡到我视线。哎，画面断掉了，画面断掉了，吃石头，吃石头。哎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哎呀，少一，不好意思各位。一个正常的关卡可以玩得如此的惊心动魄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平民百姓。你看，刚刚不是一个 很好的形容词吗？这桌子会不会跳？它好像不太对，它像累格。我再试一下。白金有没有？白金有观众跟我说，你现在每次都打两小时，你这样是想要让观众看得开心，不过他累了。那你可以先休息了，对对对。真的观众累了，你要上班上课先休息呢。对。啊，今天可能晚上白金的一场班是休息，所以期待这次休息可以先去休息。追求创新，永不言退。好，这句话我喜欢。我刚才就有点累了。我是觉得实况太多了，把这个线扯到一个不行。要是扯线那个线到就没有接触不了机械活动。啊。听说是回合数越短越好。哎，怎么好像还是这个？哎，超那个哎，超级那个。不行，我那个受不 了。平民通关，最后希望。每次要放一只库伊拉，奇怪，干嘛放库伊拉？对啊，因为要玩特别玩法嘛。对啊，当然观众要看的也是玩特别的。如果正常队伍，其实晚上应该很多啊。超死缓的，其他动也点还好，我转转看好了。好像很死缓，好受不了，这我受不了，观众你也受不了。反正百姓不求成就，知道吗？哎，奇怪，可是我东西就关掉了。啊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啊，我关闭全部了。那就关吧。那就关吧，看看会比较顺啊。
好想就是想看白星，就如果真的很累，其实不是这一张啊，真的很累去休息啊，那就是可以看 replay 了。白星还是会想那个用会 po replay 上去。嗯，白星会把精华剪好，放在 YouTube 上去看 YouTube 就好了。我大家不用担心会错过。哎，好像变顺了哦。啊，白星，我都问我今天怎么顺了啦？你是因为吃的食不够多啦？靠，我是自动 motion， 但是我回帖算事实啊。不行，还是会累的。那人画面的声音因为不同步啦、啊，对啊。我发，嗯，对啊，它有连到哎、欸。那直接插上来。嗯、很烦哎、欸，这样。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主管全部整个重开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变正常哦。哦，这样可以。来吧，各位观众，来吧，你们百姓又回来了。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不是一台夸张，这样可以。不行啊，因为那个 Volen Top 哎，这怎么念啊？好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你说完啊。明天再来看 VOD 啊 ，VOD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重播的意思。就是重播。录影。为什么坚持放一丝马？因为你要看到最后，你才知道啊。哪里有一丝马？没有，他是想要讲那一只库斯拉叫一丝马，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。有些时候，对，有些时候我们要了解观众的语言，你懂吗？对，就是大概是这个味道。对，你是要讲库伊拉嘛？对不对？就我来讲。啊，不可能啊！他讲别的，那我过瘾，我过瘾才行。断心呢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断心呢？哦，哎，断心呢？你听哦，快点！哎，靠！今天基本上手稳多了。我必须跟刚才那个多讲的观众，我今天真的没有把希腊的生化师的那个威力给发挥出来，真的，要么转过去就用不到了，要么就是对，就是转不过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出八星八哈，所以这一回合，做一点小小的叠珠哈，虽然说希腊里面叠珠是用不太到的，不过加减还是有差。还是有差的，有没有差？有差吧。我干嘛？我干嘛驼举他？镜头在这边，我在闪我的手机看的。啊，停了，我在这边了哈。看来该把希腊打了，没有，是因为基本上我用特殊队伍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好用。不然其实他还不错。K
可以处一回合，但是有点小风险，所以我用切猪的哈。哈哈，切得太漂亮了吧！长命鸟，哎呀，西亚蝶猪哈，各位，西亚蝶猪也是有奇效的。我自己的手机挡在自己面前，感觉怪怪的。右边星珠是故意不消的，因为我要留下一个人来补血。一整个几乎都不开机的，都在玩这个关了。哎，没补到星座，对，我是没补到，没错。哦，但是用这一队的话，最大的难关是第十关，最大。哦，既然他知道他是难关，所以我们要控一下哦。收火。啊，怎么控欸？示范一下怎么控哈。龙哥，从上面削。好了，出钱。消了，我现在有消到，轻轻的抚弄他一下，再用刚刚绿出来的珠子做出一个一波带走的动作哈，啊，怎么带走？啊，就这样带了，哦，就是小小的叠一下，加上刚才龙科不是龙科印记叠了这个三层，基本上一波带走是没有问题的，哦，就不做节目效果，好吧？干嘛一直带？就不做节目效果，好吧？好，哦，啊，这一关哦，就不啰嗦了，就慢慢打没关系。好，哦，杂出要滤掉哦。哎，节目效果做多了哦，会乱狙一通。记得，哦，不要断心就好哦，所以。MH 帮帮忙，不要让我断心，不然我就 没搞错。哦，右下角做了一个叠珠，哦，增加一个落珠的次数。哦，基本上不要像百姓刚才在这个时候用血爪，因为风险会很大，欸，因为它是看不清楚属性的腐蚀，所以你血爪很容易就会GG掉。能不能开掉？哦，对，但是会在最后一波哦，所以现在不要急着开，会GG掉。一技能，一技能就好了。
就是开了这个游戏。对啊。开下去了。对啊。跟各位参与，感觉被天桥给骂了。感觉年纪越大越多。对啊，反正你该开就开啊，该开就开好。但是开完龙哥下一波要带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没带走他，他说带走的意思，你没带走他，下一关完屁啊！没带走他，我就没血了，知道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对，要带走他，要带走他才可以开。就是开了龙哥下一波要带走，哦，不是不能开，我看一下。我说开完的下一波要带走，开完的下一波哈，开完的下一波就是这一波啦。对，要绿干净。哦，所以我在抓血量，但是我好像抓的太保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不想让观众失望哈，最好是直接带走。还不走啊？那我们这一波一定要带走。哎、欸啊，我没有骷髅头，我血够多，哈哈哈！也不用笑，他还是应该也是一波带，因为他一波不带走，我可能会哭出来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今天大家，他年龄还差点没带走哎、欸，来吧。今天大家终于可以看到最精彩的，好不好？年年毕业，这个哪个不精彩哦？哪个不精彩哦？我平民百姓的名字倒过来写，他捏捏的。今天呐、啊，我是讲今天倒过来写，我会上面写那个，姓百名平，姓百名平实况台。好吧，今天倒过来写，看好啊！来吧，特殊切法，来吧，注意看啊、哦！OK， 再来一个特殊 double 切，看我切啊！看中间被断掉，啊，没拆完，不要紧，中间还有一叉，中间还有一根直直的，我、啊、看又断掉了。左边还有一根直直的，左边还有一根直直的，切，左边有一个，上面还有一颗，左边还有直直的。哦，刚才离开了观众，抱歉，你没有看到这么奇怪的一个三十 combo 的切法，加上二十二，总共五十二 combo。好了 ，K， 哦，啊，奇怪，用最怪的队伍反而过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没机会让你们看到姓白名品，对，你那个名打错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也没有要倒过来写，好不好？特殊切吧。不过中间他不小心，哎呦，我拿到了，对吧、啊？中间不小心把我切断了，不然其实应该是很漂亮的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他是妖了。啊，天天有点像什么妲己。不过这张真的要练满了，要练满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用非常困难的一个顺利通关法打到这个。最后关了，卡片也顺利入手了。谢谢这个，居然还有138位的观众在这边陪伴我，好，谢谢各位。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没机会把名字倒过来写，但是不好意思啊啊，不好意思。看大家很期待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手一歪有没有？啊，手一歪，好吧。好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这个不眠不休的支持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举报跟你存比你呀、啊！看我在玩的。啊，醒来了啊啊啊啊！大家拜拜，没有跟观众说 say goodbye。观众再见。拜拜哈。啊，其他人可能睡着，哎、欸，他又拉到线了，看你。所以，我真的不是偷吃石头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偷吃。啊，好，谢谢各位啊，拜拜啊。